菩萨们很感动，过去的55年走到今天，那期间啊，到底做多少？一向我都是向前分秒不空过，分寸踏步都是笃定它。我永远呢向前走，不回头。这都是我50多年来把握时间，把自己的胆放大，把自己的分量呢，虽然啊，我常说很自不量力，但是我是很有信心的分量。尽管每一次面对了多少人间苦难，我只对自己说，放胆做就对了，放胆去做，做得丢了。所以我都很自不量力，我不会想我有没有钱，有没有力。不过我相信真诚的心就会有无量的爱来支援，这都是我一向的信心。我只怕这一念心有杂念，所以呢，我战战兢兢顾好这一念，不能掺杂点滴的污染。所以我这一辈子什么都不顾，只顾好这一念心，这就是我的道场。这一念心啊，你看不到摸不着，没有形象，但是呢，去付出就可以看见世间多少人是用心用爱，是有心啦，只缺少了一个人开声呼唤。只要有这样的一个人，他敢站起来呼唤啦，这个声音是遍虚空化界。因为一念心，我时常都这么说，心包太虚，量周杀界，不是空口说的话，是真正的很有力量的一句话。这一句话就是真谛，经历了，唯有理才能有力。世间就是因为有这样的真理存在，佛陀出现人间，他一个理，所以这份的真谛啦，出现在人间。佛陀一直，我现在一直在跟大家说，莫忘佛陀那一句话，就是为一大事因缘出现人间。佛陀的我，那就是我的我，你的我，我们大家无量数人的我。所以人人出现在人间，都应该要有
为一大事，这一大事是为人间事。人间事就是菩萨，菩萨所缘的苦难众生。只要各位发一念心，只要各位呢提升那一念情，这份爱是普遍人间心包太虚，不要轻视自己的渺小，因为每一个自己都有大我存在。人人心包太虚，人人来发心立愿，不是做不到。这种佛陀的道理，佛陀既出现人间，他把佛法的道理传给我们，那就是要我们呢，要生生世世相传，相继续。都亲像最近师父一直讲，扩大爱，爱无痕迹，这爱无痕迹啦，没有痕迹啦，我们要拉长情。这一份情，从佛陀的为世间疼惜世间这一份情，他宁可放弃自己的名位利益享受，他可以放弃，他修的苦行，吸收苦行啊，人难堪，难忍。他所修的行是堪忍，所以我们虽然娑婆世界啦，苦难偏多，但是呢，只要我们人人呐，尽一份心力，全球爱心点滴汇聚，那就可以呢帮助他安一份心，明知啦天下苦，我们呢无法完全拔除他们的苦难，但是呢尽一份心力，佛陀出现人间就没办法哦，他只有呢把理真谛不断教育给我们，让我们打破了贪嗔慢疑这心灵的浊，去除世间的五浊，心内的浊气那无消啦，世间呐也变气啦。现在不就是一股气笼罩在全球吗？是无人可挡，但是呢，要心念汇集起来，要节省虔诚，节省虔诚，唯有推恕，别无他法。因为你推恕，才不会杀生，不杀生叫做爱物，这种爱天地万物啦，才叫做无缘大慈，同体大悲。无缘大慈呢，就是要天下均安，同体大悲呢，就不忍众生受苦难，这就是慈悲啦。慈悲还要加上呢，喜舍。
要服役人人欢欢喜喜来付出，所以请大家要把握生命的价值，真正的要扎实好好的尽心力付出，感恩菩萨爱的能量累积，那好好步步踏实啦，你我的脚步都是真深印在世间，所以不通空过人生，祝福大家人平安，祝福。